10月10号的晚上呢，在张靓颖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站成都呢，交往10年的男友冯轲，在他唱完最后一首歌之后呢，手捧这个鲜花和婚戒，完成了求婚仪式。为什么会说到终于呢？因为此前长沙演唱会上呢，冯轲可是签了张靓颖一个求婚哦。今年是张靓颖出道10年，10月11日又是张靓颖的生日，而此番张靓颖的演唱会也来到了家乡成都。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间特殊地点，男友兼经纪人冯轲自然要有所作为。毕竟在7月4号的长沙演唱会上，张靓颖曾毫无预警地公布自己与冯轲的恋情。想好了，你现在愿意娶我的话你就上来。但当时冯轲不紧不慢地上台之后，并没有随女友的心愿直接求婚。眼下这个一直欠着的求婚仪式总算意料之中地完成了。这一刻我等了10年。10年以来我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，所以说大家原谅我7月4号在长沙的非常狼狈的一幕。嫁给我，最终在赶紧嫁给我的背景下，冯轲选择了最传统的单膝下跪方式向张靓颖求婚。虽然过程简单，但是当他为张靓颖戴上戒指，随后亲吻她的左手，沉浸在喜悦中的女方已经开心得不能自已，而此时耳边又应景地响起了《终于等到你》，气氛可想而知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因为我真的要告诉你们，他是一个特别不会讲话的人，也是一个特别不会表现的人。不过当天这个求婚仪式倒也没有一味的煽情，你看当冯轲隆重地穿着长西装上台，他似乎还想像韩剧男主角一样帅帅地甩一甩衣角，但并没有扬起的衣服让眼前的张靓颖看得哭笑不得。而张靓颖本人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因为激动的她在求婚之后先是没意识地伸了下右手，但其实女生的婚戒应该戴在左手，经过冯轲纠正之后她才意识到这个小尴尬。当然看到这儿你可能会有疑问，冯轲这次求婚除了单膝下跪还有什么特别之处？你还别说，为了这个仪式，冯轲特别填词并演唱了一首名为 To My All 的歌曲送给张靓颖。 To My All 你是我，刚才那首歌是我唱的，也是我自己的第一个作品。我虽然我是做唱片的，做音乐的，但是小亮也好，亮也好，都知道我是五音不全，而且节奏很乱。我相信亮也不敢想象我能够录一首歌出来，确实录了20遍，非常的辛苦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做到了。把这首歌献给靓颖，献给我们的10年。算起来冯轲认识张靓颖已经有12年，因此当2005年张靓颖参加超级女声期间，两人已有深厚情谊。外界传言当时冯轲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做张靓颖背后的男人，虽然那时候冯轲的身份并不像现在是少城时代老板这样的光鲜亮丽，只有一家电脑网络公司在身的他却开始帮张靓颖定位宣传，还邀请凉粉到总决赛现场给他加油。可以说除了策划经济工作，冯轲还集助理司机保镖于一身，但对于这个全职保姆男友，事业刚刚起步的张靓颖当时并没有对外承认他们的关系。我们说好绝不放开身不牵的手，可现实说谎又爱恨。虽然两人始终处于地下情阶段，但冯轲对张靓颖的扶持并没有减少。2009年他陪着张靓颖去美国学习声乐，在冯轲的苦心经营下，张靓颖去了格莱美参加了奥普拉脱口秀，而当张靓颖连续5年蝉联中歌榜最佳女歌手，她也已经成为日益发达的内地电影产业中不二选择的主题曲演唱者，冯轲顺势成立公司少城时代。此后凭借《如果这就是爱情》《终于等到你》等歌曲传唱度不断攀升，张靓颖逐渐坐稳内地歌坛一姐的地位，
不过在张靓颖所有的歌曲里面，男友冯轲并没有为她写过一首歌。张靓颖透露，早在他们相识的时候，冯轲曾答应要为自己写一首歌，眼下这个承诺在两人终成正果的时候实现，也算圆满。爱这一回事情，你越表现就会越强烈，我在爱当中尝到了表达的快乐，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幸福。谢谢谢谢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还是要祝福靓颖啊，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没放弃。